嘛呢你？黑灯瞎火的，你再上这怎么办？熟悉熟悉舞台，找找感觉。干嘛？第一次领舞有点紧张？你第一次跳的舞你不紧张啊？我的舞蹈感觉是天生的。你就吹吧。你第一次跳独舞，吓得差点尿裤子，我可没忘。谁说尿裤子了？哎，王进，搬家还没来呢吧？大哥，调到文工团当干事，整天泡在那女堆里，哥几个全忘了。废什么话？走走走。哎呦，干嘛呀你？撞死我了！今天可是重要演出，首场都来了，找死啊你！有事儿呢。我就想知道你到底在看什么，这么专心。战斗英雄啊！哎，你看中间那个家伙，带着一排奖章。听说这些英雄里面，年龄最小才18岁，比我还小呢。通道中间坐的那个阿姨，你认识吗？哪个？就那个中间那个。哦，我知道，是白羊他妈，话剧团老演员。你不会是看上白羊了吧？想看他妈马屁？什么呀？胡说！白羊他妈，旁边那个，这可是后勤部王部长的夫人。王部长，白羊他爸官大多了，军级呢。你不会是看上那个小六子初中生吧？秃缺。好的，要演出了。大梅美国，到。快，你们准备候场。是是。请看双人舞《再见吧，妈妈》，表演者赵卫国、李梅。迟到一刻钟，那咱们进去会挨批吗？这是给咱们办的晚会。也是你在部队最后一次晚会 ，IP 也得进啊。是。袁翔，你咋那懂我呢？我就是想教训教训那小子，诚心摘了尖叫和领花放到招待所里了，谁知道他还恶人先告状，害得我。当过兵的人一辈子都是军人，这领章和帽徽是别在心里的，永远也摘不掉的。以后遇事要多想想。啊，嗯，到了地方上，我可没办法再保你了。奖章呢？我不想带。连长，你咋也没带呢？谁呀？不错，大梅，舞蹈队最漂亮的姑娘。哎，跟你没关系吧？收拾收拾。哎，给我介绍。最爱出风头的，你肯定接受。林翔，什么？
我这一辈子要是能和这么漂亮的姑娘在一起，那真是牺牲了也值啊。哎呦，约他上街没问题，你们单纯点行不行？啊，你们都那么色呢！我的妈呀，连长，这儿的姑娘怎么一个比一个漂亮啊？哎，我要是能和他们握握手，哎呀，那可真是幸福死了！看上了吧？这呀，英雄的，老妈幸福啊！找了，找了。怎么样，大梅，我跳好不好？跳什么？还在看那些夫人呢？真没劲，战斗英雄多帅。你懂什么？这种场合最能认识人了。平时上哪儿见这么多首长、首长夫人？你进去看吧，我抽根烟透透气儿。我跟着你。你已经退伍了，马上就要回家了，跟着我干什么？真喜欢那些姑娘？那咋了？那还不能喜欢呢？那我就是想握握手，又不违反纪律吧？别说握手了，拥抱都是应该的。啥？真的啊，连长？那他们不嫌弃咱们？他们怎么会嫌弃啊？干啥？
员。哎，你们找谁啊？嘿，哎，白杨，哎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白干事，都认识，没事。行吧，那你们进去吧。哎，不是，我走了。那你呢？